液氮是一种无色无味、无腐蚀性、不可燃且温度极低的液体，达到了零下196摄氏度，在生活中许多方面都能用到。许多人还经常用液氮来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测试，把各种食物或者玩具进行冷冻，看起来非常的刺激。不过要做好防护措施，大家可别模仿。国外一小伙就好奇，液氮温度这么低，能够灭火吗？于是就准备在自己家的泳池里进行测试，先是准备好了一大罐液氮，紧接着让泳池的水面着火，一切就绪之后，把液氮全部倒入泳池里。下一幕太震撼了，整个水面都冒出了大量白烟，而且这些火焰也是瞬间被扑灭，形成了一种不一样的美景，还是头一次看到，不得不佩服小伙真会玩。觉得不过瘾，又买来了许多干冰丢进去，这次出现了大量气泡，整个泳池像是沸腾似的，然后火焰在上面也会瞬间被消灭，毕竟干冰就是大量的二氧化碳。